针对王秉忠案，检调昨天召开记者会，强调是以证人身份来搜索询问王秉忠。来看现场，市长包含了谢长廷、谢委员谢院长，以及呢这个苏县长等等，还有生文学院等等各界的人对我们的声援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么今天呢，开这个记者会啊，一点都没有揭开一个弊案，有利于我们的企业。今天内心充满了沮丧，因为我们绝对没有想到，解严后的今天，在台湾的司法会有出现这么黑暗的一页，想都不敢想。尤其昨天司法单位地检署还法相庄严的开个记者会，强调一切的合法。我想我今天先由小提到大，跟各位朋友来做一些说明。怎么会犯下这么粗鲁的一些错误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搜索完了的搜索清单那一份资料，搜索完的搜索清单居然没有让当事人签名。各位，这种事各位碰过吗？看起来好像是小事，看起来好像是小事。这个是王进步被搜索之后人就带走了，这一份清单没有他的签名。